染粉红啊，很开心啊，对啊。这嘴唇会很滋润吗？过年打算要跟家人去哪里？过年在台北，对，今年过年就是在台北，没有要离开台北吧？对，因为准备新餐厅吗？不是，因为很久没有在台北过年，所以今年就想说跟所有家人都看在台北这样过年。所以会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饭吗？会。他们一向都不太关心我的感情生活。那朋友会吗？朋友也不太关心我的感情生活。身边人都没有拿过照片给你看，说有没有觉得还不错的？你说相亲啊？帮你凑对。对啊，像相亲一样，可能拿照片说，哎，这女生不错啊。哦，不会。新闻就是我也不懂，反正就是新闻出来，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是蛮惊讶，说啊，怎么可能这样？然后后来问了他们，他们也说怎么可能，这很太怪。然后傅先生自己也说了，所以就应该就是乌龙。那年底将至，就是很多诈骗案，有没有被诈骗过的经验？我被诈骗啊？没有啊，因为我不太回讯息的，所以传给我。那可能要等初二初三看王大陆谁有空的话会聚一下。